天赦日啊，2024年的元旦，新逢天赦日是19年才。 才能够碰到一次的那个南逢的日子，补运补财库。那在这个就是祈求，在这一年来能够平安顺遂。屏东这间公庙还举办了彩街绕境活动，今年由龙年打头阵，将会出动近百顶神轿，队伍中会有不少的可爱寿神，非常吸睛。天赦日刚好是元旦，19年才碰到一次，适逢连续假期，更提升了信徒参拜的意愿。就平安健康，工作就是顺利，小朋友就是听话的，身体健康啊，财源广进啊。 有命理师建议把握新年转运时机，认为在这一天参加升旗典礼，聚集人气，最好可以面对西方至少15分钟求好运。另外，还可以煮潜水求财运。如果想要在元旦天赦日这一天祈求好运的民众，或许可以参考看看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何正凤，屏东报道。